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凯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手上这台华为的 Mate 30 Pro 5G 版是阿凯刚刚带一位粉丝拿到的，这台八加幺二八 G 的，我们花了2300，现在阿凯就帮这位粉丝来测一下机器。一般就一个屏嘛，屏太贵了，我们把屏测好吗？这是测触摸嘛，如果断触的话，说明屏幕有问题嘛。然后外翻应该没问题啊，这种能收到就正常的。来喝水。蓝牙能打开就正常的。这个亮的是自动调的。外音测了没？测会测。刚才因为这个指纹我们在市场已经看过了，是吧？就指纹和人脸嘛。先换到仿屏，知道吧？这个指纹是录不进去的，知道吧？是吧？仿屏这个轮，它因为它笑不了准，知道吧？就录不了，录不了指纹是吧？对，人脸刚才咱们不是在市场试了，所以说这是你们的专业知识。电池的话，咱们拿的比较高的嘛，这个是997的，是吧？这个是比较舒服的，一点是吧？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就是打开这个录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有电嘛，开着闪光灯，然后去录它个半小时吧。录半小时。对，录半小时就是烤鸡嘛，我们叫烤鸡，知道吧？这台华为 Mate 30 Pro 5G 版八加幺二八 G 的，我们拿货花了是2300，小伙伴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